Hello， 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安迪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Hello， 大家傍晚好。安迪一开头就先放油在那个拉锅面的气压锅，这个就是昨天安迪秀开锅的那个拉锅面的气压锅。安迪先放油下去。英文叫什么呀？Pressure cooker 是这里。炒肉一下。安迪把那个姜片放下去。安迪要煮什么？安迪，我要焖那个木耳。安迪要焖木耳，他先放一点油下去，然后放那个姜片。安迪，请问一下哈，这个锅是有两个那个里面那个叫什么？一个是黑色的布毡涂层，还有一个是那个白杠的。哦，所以不一样煮法，看你煮什么就用哪一个 body， 是不对？哦，对，有时你怕那个骨头会刮到这种黑色的不粘哦，所以你就拿来放那个杠的，杠的就不怕刮到。哦，杠那个就不怕刮到，骨头就不怕刮到。是，大家傍晚好，安迪秀今天有煮了，很多粉丝讲安迪秀了，安尼顾不煮，我真顾不快都煮了，安迪讲给你煮了，给你煮了。先去外面，不知道吃什么。嗯，安迪讲吃到后面也是吃到怕了，就自己煮。来，忘记热锅先。哦，安迪忘记热锅先，不用紧，就关起来给他去炒炒一下爆香。傍晚好，伊翁。傍晚好，傍晚好，大家，菲比也上来了。来，安迪秀现在在哪？这个气压锅，拉锅妹的气压锅。四妹去开会，对对对，当你看到四妹不在，就是她在开会。就是我来代班了，我在代班的时候，我瞎了，我在听到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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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一个电话给我的租客嘞，租客打电话来了，来吧，不是另外一个租客了，那个不要管他，那个放我飞机，生气他，我接电话一下，等一下啊 ，Hello， brother， 什么事？啊，你拿到你的卡了没有？明天没有在呀、啊，这样你知道打扫你给我知道。拜三啊，这样今晚没有拿首饰啊，里面才拿是怎样 ？OK， 不用紧，这样去 security 那边拿。不用紧，我发去给那个干嘞。放米下去呀、啊。你放在信，不紧，你拿你拿了过，等下我再 message 你，我怕那边不能收了，今天他是帮忙我而已，不能再放给他。你拿过，我们再 keep in touch， 你拿过再 keep in touch， 我跟你讲放哪里，没问题。OK 啊 ，Thank you，Thank you， 你拿过你再 update 我，有问题你也是给我知道。Thank you 啊，老德，拜拜。那个 doctor 主客来的，这个 doctor 主客，看了过立刻煮了，听到 doctor 也是很快。好了啦，现在没个开了吗？所以安迪先放那个姜片跟蒜米去给它爆香。那个肉都不穿的，它老婆很漂亮哎。是，安迪秀今天煮木耳焖猪肉。对，木耳焖猪肉。辣椒鱼。什么辣椒鱼？等下就懂了你们。辣椒鱼刚刚承运完，刚刚完成承运了。承运，文秀不是我，文秀。现在是晚上嘞。是，承运。他是早哪早上的 packet 啊？不是，他傍晚承运，不是不是。傍晚叫承运咩？傍晚叫运动啊，随便啊。傍晚好 ，Jenny、歪亲、安迪今天煮木耳焖猪肉。等一下啊。安迪先爆香。很香的那个，我喜欢那个姜的味道了，会超打的嘛？不会啦，会超打的没有嘞。这个黑色是不粘涂层的。这个黑色是不粘涂层的。我刚才讲哦，如果我拿这个过来 demo 煮麦记面哦，应该给人家打我。不会啦，这个也是开盖煮的啊，所以 OK， 煮麦记面 OK 的。这样我煮了给你吃。我都不吃麦记面。哦，安迪不吃麦记面呢？怎么不吃麦记面的？黄面。哈 ？Kimi？ 这样不会咩？这样一下就这样炒不可以咩？感受我试一下，安迪这个简单。拿筷子这样不可以吗？你看不是可以，炒肉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哦，这样炒面都可以哦。这个锅真的是变变变的。
变什么都可以变。只是它是小碎小碎的。放完好，大家，安迪刚刚放了姜片，然后放蒜泥，放一点辣椒干，给它辣一点，吃了比较爽。锅就放那个肉，安迪你放多少肉？这个有700克。放700克的三斩吧。这个今天不是三斩吧？哦，今天不是三斩吧？那个猪颈肉。今天是放猪颈肉，不是三斩吧？猪胗肉什么是胗？那个卡腿 Kiki 哦，卡腿 Kiki。拌完好，跟安迪就放700克的肉。那个肉是不是有烧过？有穿烫过的。有穿烫过的那个肉。700克的猪颈肉。拌完好 ，IV。是，安迪秀讲。我胖死了，然后抓盐洗清洁了吗？木耳多少？这个木耳今天比较少，等下我会加那个薄的。木耳白五，今天的是白五。150克的木耳，安迪拿来蒸了。拿去泡水给它软，然后抓盐，抓了洗清洁它。抓盐洗清洁。我嗅到那个姜，那个姜跟蒜的味道。你可以回家煮了啦，这样炒炒一下就可以了吗？炒面、黄面。安迪，你要拿去啊？也是可以啊，有电的地方可以啊。这里拿出去了，安迪给吃。你就去拿那个炉啊，拿这个就可以了咯。火锅可以吗？可以啊，他说可以开盖锅呢。你怕什么？在安迪拿去了，安迪。师妹听到吗？师妹，安迪讲可以拿锅出去了。这安迪叫我们煮还不要煮？这也是要带。放2汤匙的蚝油。这样我们要带好油过去。放2汤匙的酱油。放好油，放酱油。放好油，放酱油。Got 肉肉是咯 ，IV 肉肉是我的最爱，我爱吃肉肉。安弟觉得拿那个比较好炒了，就你觉得拿那个。啊，那对那个应该比较好炒嘞，比较瘦哎。那个会刮的，那旁边清清的。哦。要刮到伤到我。700克的猪颈肉，然后拿烧水来烫过，然后那个黑木耳150克拿来蒸了，然后放盐。谢谢 June 帮忙写，等下师妹就比较方便去炒了。谢谢 June 帮忙拔下来。这个煮过的啦。这个没自己煮的。这个有煮过的，安迪讲。拌完好，大家，我真的是会香香的嘞，炒了过后真的是可以炒的哦，是我刷锅不走哦。对，你这里已经带滴这个去油差不多就可以了。OK 了，安迪，改次旅行要带这个去。多带两个去哦，样子。多带两个去。好像那个吃饱了要换药了，什么事情了哦？这样就是安迪，就是一个煮糖水，一个来煮这个正餐。要一个煮菜，一个炒面，一个萝卜。是安迪，一个萝卜。一个煮饭，一个萝卜。安迪采好了一个萝卜。一个煮饭，一个萝卜。我喜欢吃猪肉，我也是喜欢吃 Kelvin。够安迪就放胡椒粉，安哥的最爱，安哥的 favorite， 火椒粉。You don't believe Andy Show， 我们也不相信他，我只是讲而已嘛。这样安迪就可以准备带了。锅都可以煮东西的啦，只是你拿来用就 OK 了。这个不粘，这个就不粘哦，你就比较好炒了，不用怕它变粘底啊。June， 你可以学学了 ，June， 你可以拿这个锅来煮了 ，June， 你有锅 stand by 了，放心。这个厚的可以跟它露一起啊。我今天不够，我换一点薄的，薄等一下来换。安迪讲那个木耳不够，他要买啊，他要加薄的。这个厚的可以下去。厚的可以放下去，薄。师傅，从他就去泡那个薄的。厚的比较耐煮，安哥怕不够吃，安哥。对哦。因为这个是好，是通血的，这种很好。这个是通血的，这种好的。通血啊！哎、嗯、呦！太高了。刚刚还在讲。刚才不知道在那个阿姨不在，他在骂。他刚刚有在 request， 他没有抱他，我讲没有嘞，没有抱你了呢，我等下干爹要做工嘞。然后大姨就讲：“哇，你看到干爹很开心哦，以为有人抱你哦。”我跟他讲还不能抱你。要做工先，哦 ，June 也是煮过啊 ，June，
就改次可以找可以做 open house 小君。我放两杯下去啊，我放白下去。放两杯烧水。哦，就是用另外一个牌子的锅叫 Thermomix。安迪讲的对，其实什么锅都可以。安迪用拉锅妹的锅，就用 Thermomix 都可以的，我觉得。安迪讲的对，什么锅只要你会用就对了。办完好 ，Annie。那个爵士好男有没有上来呀、啊？爵士好男，那个学来煮给女朋友吃的那个，不缺是咪？走到门那个不到嘞，门那个大。办完好大家，安弟在找他的那个盖，走到，门那走到不给。哦，安哥出来新办，来安哥要安哥不啦？安弟要拿这个。pressure cooker 拿去旁边了，给它继续煮了，继续煮煮煮，办完好大家。安迪弄好那个 rubber 先，办完好 Lin， 谢谢 Lin 帮忙分享，大家可以分享给你们的家人朋友，喜欢煮菜的，大家可以写起来，学起来简单煮法，也是可以煮给你们的家人们、亲戚朋友吃。来，安迪给它关起来。煮多久？放闷的。放闷的。闷三十分钟，放旁边。这个要看啊，这个要给它转过来给它。哦，这个东西要给它怎么？这个是转过来给它是那个锁住那个气压、啊。哦，记得把它关起来，锁住那个气压、啊。Pressure cook time, sit on the chair. I no sit there, I stand up there, I V.Auntie also stand, I cannot sit lah. Later auntie said, Auntie also stand. 你这个年轻人跟我去坐住，要死哦。sit 了不能做工咧。sit 了不能做工，你的力气也没有这样好，所以要站住。Auntie 像放风筝的。啊，这个气还是 OK 的，反正这红色是上来他就好，没问题。OK， 煮。他煮过咖喱菜。咖喱菜跟卤肉咧，娟讲，气压锅都可以。哈 ，Jane， 什么事情？你骂谁？你讲我吗？什么事情？不懂，我一个粉丝进来骂笨蛋。啊，厉害呀！你不懂，你讲出来啊！我们只是来互相分享嘛，你可以分享你怎样煮，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啊。你厉害啊，你厉害就厉害喽，人家讲厉害才叫厉害，人家没有讲厉害不要讲你厉害。啊，店长这样小个够吗？那炒什么？炒蛋啊，炒那个什么炒蛋？什么蛋？那个菜。啊，店这个蛋三粒已经放多少了？啊，四粒啊。哦，四粒啊 ，OK 啦，我以为是三粒。因为今天不是煎蛋吗？这不是反蛋吗？大家办完好，来，安迪接下来要炒菜心炒蛋，菜心炒蛋，安迪先热锅先，然后就放一点点油。周末，他在那边讲，刚才我听到他在骂。是咯，只是大家互相分享，不用紧的，娟他可能不小心打出来是什么，我们只是互相分享。是咯，可能他是厨师吗？安迪秀只是家庭便饭煮菜。对哦。安迪 said pressure cooker time to sit, cause 安迪 put everything 了。哦、oh, ，sorry 啊 ，Ivy 我搞错了，我以为 Ivy 讲叫我们坐住，不是，其实是那些材料全部在气压锅里面坐住等熟而已，我们继续煮其他的，是我误解了 ，sorry。哦，大家陆陆续续开始进来了，大家很多天没有看到安迪秀煮了哦，安迪秀现在来煮了。安迪秀先热锅放油，过后就四粒鸡蛋，打打打打打就放下去。人家煮一个鱼，就够了啦。三个啦，三样菜啦，所以今天有两个肉哦。等一下煮到很迟，是咯。安迪秀很久没有煮菜心鸡蛋炒鸡蛋了。对咯，大家买不了。我不是听到安迪今天早上跟安哥讲，哎，来叉米咩？对咯，安哥不要。安哥不要吃面。安哥不要，我等一下叉米，安哥不要。
最简单，安哥要吃菜心就炒掉菜心，安哥不要炒面。安弟，你的鸡蛋需要放盐吗？没有啊。安弟没有放盐哦，但是我觉得看个人口味，你要放一点点盐也是可以，胡椒粉也是可以。安弟是没有放。安哥讲冰球还有菜心，不用怕，安弟要炒面还是可以炒的。还有菜心，那边蛮多的。哦。拌完好，拌完好。但是我会放一点酱油下去打一煎，可是那个蛋不没的，黑黑的。是，肯定是黑了，放酱油了吗？所以安迪讲，我不要。我现在不要了，等下再。安迪，你这个锅多少钱？粉丝们问。对啊。啊。你们要去拉锅妹的网站那边看哦，他有没有什么 latest promotion？ 你们看到刚刚安迪秀用那个气压锅，安迪秀娟有分享，安迪秀娟在开锅，拉锅妹的气压锅现在有做 promotion pressure cooker。现在要马来人过年头啊，都有做 offer。是咯，哎，什么跳掉？是咯，哎，来，跳掉了。分线啊？不懂哦。不是，放好这边啊，放下。分线啊？啊，妹妹吓死我！两个肉夹双双，一个是鱼，一个是猪肉，不能讲两个肉嘞，算两个肉嘛，鱼也是肉啦，也可以算呐、啊，可以算。外面吃方便，可是没有这么好吃。是咯，安哥也是讲，安哥当地人记煮比较吃得到，安弟也甚至没有煮了，菜有买了，所以就今天来动手煮。哎，怎么你安弟讲的对嘞，乐乐在雇人呢。乐乐来看人，无人来。怎么你，我弟无人，我弟骂人了啊，安尼恶啊。来打餐吧。哎呦，大新路妈咪太早就在。办完好，大家。来，安迪秀刚刚放太多油了，拿一点油起来，要开始炒他的菜心了。安迪先放那个菜根啊，这个叫菜根，家里煮比较健康，是是是。放完好，立即放完好。看到我那个炒菜油有沙沙沙沙的声音。现在外面这也是很贵啊，一个要7块7块。乐乐在大姨跟他推来后面听声音一下。It's a public holiday, JB 不 summer 噶。哎 ，Jessica， 明天什么 public holiday 啊？刚刚我一个 KL 朋友也是讲 public holiday 嘞，是 KL 啦 ，Andy。JB 跟 KL holiday 不一样的。Jessica， 什么 holiday？Jessica， 师妹还没有回来，对对对，师妹在开会，所以我就在 part time 主播又来了。所以放心，我还是有机会放场的。做班班，放完好大家。你看那个菜油放下去了过后就是缩水了，然后每次那炒菜就有撒撒撒的声音。安弟放调味料跟盐啊，我希望那个青菜的味道啊，有七彩的味道，味道的是味道，有青菜了。还没有熟，熟了没？太快了，还好我吃蛋了，我要蛋熟的。没有啦，你去外面吃那个菜就上香点了。明天不是我生日嘞 ，IV， 我的生日还没有到嘞。我的5月28号。我的生日没有这样大，不是 public holiday。是啊，5月28号吗？是，安迪将会记得安迪。每个人都生日记得一天。师妹几时回来？不懂嘞，师妹在开会喽。师妹有她东西做。就各忙各的咯，安弟也不懂师妹几时回来啊，就是各有各的东西忙啊，因为大家会交代一声就 OK 了。忙是好事啊，忙就有钱入袋。是咯。啊，是吃饭还是放掉？安诺吃饭，因为做掉正规啊。没收入啊。有1000人看呢，是是是，谢谢大家分享。安弟秀也是分享他一些简单佳肴煮菜。然后跟大家去互动，大家互相交流。下午好，下午好。那个绝世好男还没有进来呢，我还是还没有看到绝世好男呢。
是是是，安迪只有那一颗，安迪我就记得他了，真的。安迪秀的菜心炒蛋，菜心炒蛋完成。哈？简简单单又好吃。简简单单也是好吃，哎，我真的是好奇了 ，Ivy， 我真的不懂明天什么 public holiday 嘞 ，Jessica， 讲一下明天什么 public holiday。哇，居然会写的是 Nuzul Al Quran， 这么 JB 没有的一个马来节日来的，马来西亚 JB 有 ，Malaysia public holiday， Malay public holiday， 这样 JB 有吗？我没听讲嘞，反正 public holiday 跟没 public holiday 跟我都没什么关系的。真的不懂哎，阿俊应该是去 online 找的，俊才写得出嘞。Nuzul Al Quran public holiday， Al Quran 是那个我们回教徒的一个圣经。你在十九号？十九。傍晚好，傍晚好。今天有煮什么肉吗？有，安弟今天煮两个肉，一个是木耳焖猪肉，另外一个是鱼。哦，安迪 ，Alice 讲，我学习菜心什么炒菜心？家人，家人炒菜心。家人什么什么？然后家的人，家的人对家人，然后过后都是吃完，哈哈哈。哦，很好，我觉得大家互相分享一些简单的煮法。他的菜心放蛋下去炒哦，菜心的什么有时会有那种那个味道哦，它会抖掉，会爆掉它，鸡蛋会爆掉那个味道。哦，所以它很香，好吃。哇、wow, ，one type I type one sentence， Auntie cook one dish 好了。Auntie， 粉丝讲我才打一个句子，你就煮完一个菜了。没有啦，你应该是让Auntie没有这样快。Auntie 接下来要煎这个鱼，这里是咩湖 Auntie？ 这个是那个巴蒙，干蒙鱼，巴蒙，这个是巴蒙，它比较有肉叫巴蒙。Auntie 把那个鱼有塞肚子有塞东西啊？没有，背后我有开刀，等一下要塞那个辣椒。哦，安迪背后有塞东西，拿去炸一下。四妹的宝贝在哪里？四妹的宝贝在大姨手中，大姨在很疼她。放心，四妹没有在乎，她的宝贝是没有缺爱的，她也是很会欺负她大姨的，所以她大姨也是顾得了她，放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四妹没有在，有大姨在。可什么什么？不会看，这个鱼叫可什么？是不是？没有啊，这个叫干蹦鱼啊。干蹦鱼不是，那是可吗？干蹦。不懂哎，不会看那个字。来，安迪要煎这个鱼了。安迪，这个鱼怎样做？学一下，讲一下 step。step one。这个鱼清理了，然后这个肚子我没有剥，就要把那个肠拉出来，然后清理了，然后就开背后腌那个盐，还有腌那个。咖喱粉，鱼的咖喱粉，鱼的咖喱粉。所以安迪刚刚分享了啊，安迪先清理里面，清理里面了过后，就跟他背后破两刀，破两刀了过后，就放一点盐跟那个鱼的咖喱粉。是是是，大姐帮忙四妹顾，家人吃得快乐。他煮菜心全部吃光光哦，谢谢 Ivy。炒蛋啊，菜心炒蛋哦，它的那个菜味哦会点散破掉，会好吃。可兰经，什么是可兰经？我以为那个鱼会动了，我以为那个鱼会跳了，你吓到我。可兰经是炼金啊，那个马来人的那个什么啊？不懂，明天不是 public holiday 啦，明天他们讲不是，我是记得不是嘞。是啊，二十五号看，我看到那个日历，25号。他们讲 Hari Raya 在3号嘞，所以1号、2号、3号、4号。一号换去2号吗？二十五号是什么大日子？看那个日历。我也不懂嘞 ，Andy。Public holiday only for 人哦。哦，谢谢姐妹。哎呀，三家一条船挤下去。可以挤下去，推推一下，小心啊你。你小心啊，不要烫到手啊。傍晚好，大家傍晚好。安迪要找位置来塞那个鱼了。哦 ，Quran， 谢谢 Ivy， 谢谢 Ivy。我们已把明天什么？明天假期啊。一干干蹦 with curry powder， 是。Yes， 记得下来，安迪讲。这个是鱼的咖喱包
Angel， 明天不是我生日。鱼的颜色跟那个肉的颜色不一样耶。是咯。鱼的好像黄金很多。安迪，问一下你，你这个鱼多少钱一公斤？我买四至二十一块啊。四至二十一块。一公斤好像多少？20块好。十几块贵，安迪讲，安哥讲。十块贵多。这个四至二十一块。四至二十一块。多价。他多价，这个好像上次有这个，他对不对？那么近啊？没有，该看你东西。安弟在接那个安哥手了。你拿那个叫肉丸，然后倒那个薄的，安哥那个薄的。他肉差不多。马六甲没有 holiday， 我们 JB 也是没有 holiday， fish very big。人家是那蛇的时候你叫我啊，人家是那蛇的时候你叫，人家煮这个辣椒跟它塞住那个晾在那个鱼的背后，这马来西亚很好吃哦，每次去啊，我都会吃这个。我弟讲喜欢吃这个鱼嘞，马来当的那个鱼 ，JB 没有嘞，哪里 ？JB 没有 public holiday。KL 明天 public holiday， 傍晚好，谢谢分享。不是我的生日，明天。王哥是5月25，还没有到。28。5月28，还没有到。这个煮法不错，这个煮法。这个简单。这个煮法好吃。这个麻辣烫很多哦。麻辣烫就可以的。是啊，某人是白痴啊。白痴，有一个粉丝问刚刚他骂白痴，我就讲他应该是在讲我。我们只是讲大家互相煮法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通常讲人家白痴的那个人很给搞的，那种自夸的那种啊，像人家夸他的才厉害，自己讲自己厉害的人那个是不厉害的。并且我承认的，有时候我也是三八的，我没有讲过我正常。没有关系的，董小伟 ，for not fresh fish okay， but fresh fish ideally is to steam。哦，是，当然，阿耀讲的对，那个鱼新鲜的话，当然是拿来清蒸就好了啦。但是这种鱼好像清蒸，没有这个不要拿来清蒸，这个比较超稠。这个也超稠，比这个拿来炸，不然的话就拿来。BBQ， June 讲他上个礼拜刚刚吃 BBQ 这个鱼，这个鱼是不是烧鱼，然后塞三八进去的？可以啊，啊，这个鱼是塞三八的字，我记得了，烧鱼的时候塞那个三八进去。Andy Show Kitchen 终于开档了，有了有了 ，Andy 都有开档。有啦，你们新加坡顾客回去了。是，新加坡顾客回去了，所以就比较有一点点空。那是哦。安迪秀，你也看起来不错嘞，四大大只。大大只。可以给他们一人吃一只。我最喜欢吃它的肚子、鱼头、尾巴。它肚子不是有味道吗？安迪。不会啦，人家骨头比脆的好。我怕它肚子有味道嘞，它肚子。它的鱼是很好吃的。我喜欢吃鱼身体，安迪喜欢吃肚子嘞。我喜欢吃鱼头。这个头都没有什么肉的。这个可以咬下去呀、啊，连那个骨头一起咬，连那个壳全部咬下去。很紧的，很好吃的。很紧的，安迪就是，安迪就是，我不会，我会吃大的鱼头，小的鱼头我不会。小的鱼头我不要，我是吃大只的胡桃。傍晚好。Every time 龙哥 talk about 味道，我有味道我就不敢吃咯，我是讲老实话吗？但是安迪就讲那个没有味道，那还好啦。你有这种鱼哦，它比较有那种毒性的哦，你拿来煎很好吃的，因为它很甜。这个皮肤敏感的人拿不要吃，这样多会很痒。啊？怎么这个我没有听过人家吃鱼会痒嘞，安迪？会啊，这个会啊。这样毒没这个鱼？这个吃了皮会痒的。这样开刀人不可以吃。这样四妹跟五妹们不可以吃。开刀人不可以吃。那姐还好，四妹没有在，我帮她吃掉它就好了。应该没跟讲我啊，你每天都讲味道，安迪煮什么你吃就好了啦。
我也是有吃，只是我跟大家分享而已嘛，我的看法。Oh no， 君在那边讲了。Oh no， 没有啦，开玩笑，你放心，我没有 complain。是啦。有吃有吃，我只是讲那个肚子，我还是照样吃的。是是是。那个熊架生意不错。吃得不够晒吗？不能浪费食物。我们一个头一个吃什么怕？阿斯杜蒂 ，Hello， 阿斯杜蒂是不是上次？是不是上次我们见到的那个粉丝啊？印尼粉丝，我在猜就。不懂啊，是不是上次上个拜六我们在吃鸡蛋，就看见你的那个？昨天啊。哎，昨天哦，昨天不是拜六，昨天。是吗？我不懂是不是？我问一下。是昨天看过我们的吗？哦，一问在讲了，皮痒了，第一次我听到，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安迪这个鱼刺啊会皮痒。会啊，这个。看个人，安迪只是分享，据他所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根据，只是安迪讲他从小看到。没有，这个开刀不可以吃，会痒必会痒。开刀要吃那种比较轻的。这样是不是那种有伤口都不能？安迪就 say skin problem cannot eat, so I say oh no.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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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他们讲 ，Oh no！ 原来这个鱼有皮肤敏感，啊、不能吃。开刀什么的，这个鱼标是吃那个生鱼啊什么。Next time ask 龙哥 take care 了 ，ask 大姐 take over。你们可以跟大姐要求一下，叫大姐来做主播。大姐应该是要求想大姐来做直播。不小心会怕的。一条7块钱，四条28块，跟住称的，跟住称的。21。哎呀。不是根据几只几只鱼的，是根据称重的啦，称重量的。叮当哎，哦，那个尾巴，那个尾巴煎了不很好吃。爵士好难进来了，安迪，饭碗好哩。我们刚才在讲究，爵士好难还没有进来，爵士好难就来了，他迟到了。你是做工比较迟进来是不是？不用紧，做工重要，做工重要。彭曼侯 ，release 彭曼侯，傍晚好，丽丽。安迪开始尖尖笑，不错了，我他的卡乐。你卡乐别派，脆脆了。这个是什么鱼？干蹦鱼啊，还是干蹦鱼？干蹦 ，A A M B O N G。干蹦鱼，干蹦鱼。安迪在炸，这是。煎也不叫炸嘞，炸是放比较多油。这个油肉叫马蒙，那种小小字没有肉叫三蒙。我以为大字叫看蒙，没有肉的叫三蒙。有肉叫马拉马蒙吗？马蒙三蒙，干蹦鱼干蹦鱼。好了吗？嗯，我看它的肉是很厚的，厚厚的它的肉。Renee 是从怡保的，对对对，刚好四面去 Berra 有看到 Renee。台湾叫什么鱼？台湾好像没有吧。台湾没有这个鱼丸地讲，我不懂是不是啊？发表看吗？先 disclaimer 先。哦，这个鱼是马来人吃，台湾没有吃这种鱼，应该。马来人吃青鱼。一竿干蹦，一竿干蹦，干蹦啊，应该是嘞。哎 ，Renee， 这个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读书哦，讲那个什么巴旺巴旺梅拉巴旺布袋那个故事来的，是不是这种鱼 ？Andy， 那个不知道哦。Andy， 你懂小时候不是有一个马？我有听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很好笑的，叫葱头的，一个红葱，一个白葱。不知道哦，我没有听过的。这个叫我关那个电线啊。Andy， 叫我先关电线，因为 Andy 讲20分就好了。我要加那个什么下去的。Andy 还要加那个薄的。薄的下去焖，所以啊，你先关电先啊，安迪先关电先。引为吃，不懂什么是引为吃，台湾叫那个鱼是不是？哦，引为吃是什么？看起来很好吃，这个鱼是咯。Inside put out chili， 有，安迪准备辣椒了。有，安哥的辣椒是不是？没有
哇，那个鱼好了，拿起来了。小心哦，喷暖地。Alan， 你不是去运动吗 ？Alan， 怎么你会上来的 ？Alan， 我看到你在 message 那边讲哦，没有 ，Alan 去外面吃东西，没有上课。我记得 Alan 早上讲，哇 ，Alan 换照片了，跟他的 boy boy 一起，修得很香哦，那个鱼，煎的就很香哦，那个鱼，他那个辣椒应该是很爽。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不是保安没了？保安不对，我记得那个是小时候的故事来的，一根根崩。没有，那个一个马来故事哦，它的名字很奇怪的，一个叫红虫，一个叫蒜头。Renice， 你 confirm 哦？我见讲一个鱼哦，个鱼坏咗，你都未到啊。哇，漂亮哦！这个放三八和 Sedap Gila， 我在想这个辣椒，我点安哥的那个酱青也是好吃。小心哦！安迪有放 curry powder， 安迪你是放那个 Babas 的 curry powder 吗？对，放那个鱼，鱼的 Babas， 鱼的 Babas curry powder。Renis 飞了哟 ，Renis， 你飞了，记得给 Babas。鱼的比较黄，那个肉呢是比较红哦。来，安迪是放这个 Babas fish curry powder， Renice 的 Renice 是有煮的哦。前面就是前面 Babas curry powder， 它有分煮鱼、煮海鲜是拿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煮鸡肉。肉的比较红。鸡肉的比较红。它比较黄。这个比较黄一点。下去了。来，走开一点，安迪拿那个锅过来了。等下要等很久，等下要等很久，所以安迪来要开锅了。等下要加那个，要加那个薄的。食得冇晒吗 ，Jessica？ 肯定是要 finish 完的。你看火车了，火车不不不。为什么没有听到师妹的直播？师妹在开会，所以今天代班主播，小弟今天帮忙代班，请大家多多指教。是不是六妹从甘蹦买回来的那个鱼？不是，六妹是买那个黑仓。六妹买黑仓。对，黑仓也是皮肤敏感的人也是需要吃掉的。黑仓也是皮肤敏感，不能。这个是安迪自己买的。皮肤敏感比大汉吃，不，这个鱼好吃哦，是，安迪把它气放完了，哇，你看到吗？我看很多肉嘞，安迪中午好像没有吃了的，要酱多吃啊，哦，我怕我以为没有吃，怕它不会熟，哇，我在嗅到那个味道了，我现在放那个什么下去，安迪放那个薄的下去，软了，因为在焗住嘛，安迪。哇，安迪放那个薄。因为不够啊，所以我加一点薄的。要是有的时候就先用厚的。安迪分开两次放，是因为第一次安迪是放厚的，现在就放薄的，怕不够吃。今天多少个人吃晚餐？今天不会很多啊。六个。这个明天可以下午打包去 home stay 吃。啊，安迪可以打包去 home stay 吃这个。有饭就可以了。我崩掉了，我现在哦，那边下午没有东西吃。因为现在博士安迪讲在 Encore 那边没有东西吃。安迪来试一下那个味道，先看 OK 不？很辣。那个辣椒刚才放几条而已哦。辣。
颜色哦。是，等下绑克我的不？西西的最爱啊。来，安迪刚刚放加一点的黑酱油，放点盐，锅就放点盐，放点调味料，放点调味料，加，放在盖上，盖住两面，不要搅搅一下先没？要，哎，叉姐，会不会？叉叉姐可以肯定得住，这个包的比较快，包的比较快软，哇，但怎样 ？Using UAV send to me the ikan。UAV， 剩骨头给你可以吗 ，Renis？ 我怕剩下骨嘞，没有鱼给你嘞。安迪骂我了。安迪讲我坏蛋。来盖就给他去门鸟，拿去隔壁。不用关起来吗，安迪？没有啊，要开盖开门啊。哦，不用关起来呀、啊。不用啊，关起来是气压锅，现在用了那个保冷快门。安迪用那个辣椒的那个。材料是什么？等下安迪才分享的那个辣椒，你的那个简单的那个什么而已，放简单辣椒而已嘞。C C 很可爱，是 ，Kevin C C 很可爱。安迪是用多少木耳？刚刚150克厚的，薄的嘞？没有，那个厚的100，厚的100，那个薄的，哎，厚的120，薄的30。厚的120，薄的30，其实直接用厚的就可以了。安迪是刚不够。巴巴咖喱粉很香，很出名也是咯。那个辣椒要煮的、啊？要啊，你让它煮怎样吃？哦，安迪来要煮，安迪那个煮那个辣椒。要煮的。塞下去。辣椒煮了才好吃。辣椒煮了才好吃。要多放一点油啊！要煮那个辣椒。那个妈妈放的油泡不一样，可是很好吃，很奇怪。哎，你不要再连起来了啊！你连住啊！我再连住了。你看他们用米包的嘞，米包。什么是米包？就是那个背后的肉 ，Black Fungus。Apa itu dalam pressure cooker？ 黑木耳焖猪肉。粘住了，粘住了。黑木耳焖猪肉，嗯。君要走了，君要先忙先，拜拜。哦，君要去煮了，君，拜拜。安迪先放那个蒜米来爆香，大力的蒜，比较粗一点的，安迪想比较吃到。你要煮一下，不要煮得到。关键放那个辣椒下去，青辣椒跟红辣椒去炒香它。你放小辣椒吗？啊？你放小辣椒吗？没有啦，这个要吃的，这个要放小辣椒，辣椒没有。太软了。啊，你看不到一些粉丝的 comment 啊，我也不懂什么事情嘞 ，Allen。你可能出去再进来过看，我都看到嘞。
我也不懂什么事情。那个妈妈当了冬天都是垃圾话。你不是在外面吃饭吗 ，Allen？ 你不是跟家人去吃饭吗？早上不是讲？来，安迪在炒就那个辣椒，这个辣椒我是好像没有吃过嘞。你吃过没？没有嘞。你有没有去妈妈档嘞？有没有吃到？我去妈妈档，我应该不会吃她饭的，安迪。不是是华人档的，我不喜欢吃马来档的。我去吃的是吃哎呀马来西亚，不然就那些人嘛。你食豆沙饼啊？我呢度都有豆沙饼嘅，我 ice 买俾我嘅。那个炒饼啊？啊，碰饼。炒饼软啲啊？炒给那个辣椒软。有时会降啊 ，Angel 讲，可能你出去再进来过看会比较好一点的人。有时是降的我，刷的我。来，你放点水在那个辣椒那边。On the way to T3 for dinner， 去吃什么好料 ，Allen？ Allen 讲他去 Terminal 3吃晚餐。Nice BBQ seafood at GB Food Court。要你在，叫你是在北拉面要，这么你懂那个 GB Food Court 的？快点盐。调味料。给我放点调味料。哦，对。On the way 过去，所以可以看安迪秀煮。安迪在炒就那个辣椒，炒香它。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吃这个两滴。要软一下啊。给它软一下先。炒炒炒，不用紧，有机会的人有机会的。安迪煮这个辣椒，等下放在那个干梦鱼里面。Semalam JB custom long queue masuk Singapore. Of course lah, banyak orang balik mah. Confirm jam 1. Tapi bagus mah, finally boleh tengok family. Mokia mah. Mokia. Bang wan hao, 大家bang wan hao.I'm not sure what I seldom go there in. 马来西亚的这什么菜很好吃？马来的什么菜？我不会看的药，它比较快。把它淋上去两滴。啊？把它淋上去了那个姜。哦，药是 from Singapore， 住在新加坡。叫你去 Bera 是不是药？这么你会懂 Bera 那边有那个 Hawker Center 的。我也是很久没回去了，我也是不懂哎。我可能回去的时候我要叫 Renee 带了。请问主播没看 comment？ 华语字有些我不会看呢 ，Connie。辣椒粉，再放点薯粉啊。安迪放点薯粉放在那个辣椒里面，所以有些字我不会看呢 ，Connie， 抱歉。杂菜哦，杂菜，不一样煮法吧？要可能有些马来西亚人煮法，新加坡人煮法，可能我觉得每个地方煮法都不一样嘞，看哪个口味刚你而已。他讲马来西亚的杂菜好吃。那个泰国，那个我们去泰国的杂菜啊，泰国的啊，杂帅是哪里的？我来讲什么是杂帅啊？你讲什么？
不要。我们这是。哦 ，mixed vegetable， 可以可以，谢谢。对对对，我是香蕉人，不会看。它叫沙碎吗？我们去泰国还是哪里啊？我那懂什么是沙碎啊？是清迈还是泰国啊？应该是泰国啦，是清迈那边。那个刚才我们吃一次，我永远不敢叫。来，安定那个辣椒好了，放下去那个鱼那边了。这个鱼黏住了。这个鱼黏住了。这个辣椒好吃的。然后我吃看，我这是没有吃。这个大辣椒微辣。这个妈妈放我很多，我们每次挖那个辣椒来吃。我是第一次看这个辣椒的。好吃的麻蛋，麻蛋是有的三小辣椒，很爽脆的，很爽的。我们应该拿那个葱头来切，配那个辣椒。然后放那个黑酱油，不要了，你这个辣椒不够了，我刚刚松松的。来试一下。Got Google Map, don't worry， 系咯，而家我食咩都好方便，就揾 Google Map 就好咗。啊、oh, ，GB Food Court 八站喺怡宝嗰度，有一个新的档口在卖住那个 seafood。不要的酱，哪里？不酱不酱，不是不是不是，在怡宝的。怡宝的靠近巴山那边啦、啊。我不懂哦。靠近巴山那边嘛、啊，那边不是每次那个购物啊，著名的每个人去那边买。我不懂哎。是是是，有些华文我不会看，所以读不到一些 comment，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不是靠近巴萨嘞 ，Greenies， 安地门呢还没靠近巴萨嗰度，我干。是怡宝还是哪里？不站哦，巴站是在北拉那边，是不是怡宝？我就不敢讲，我都是在北拉里面那个巴站啊，那个不站。来，你要不要试试辣椒？不要，不要。胡萝卜啦。来，安迪秀，这个。来，安迪秀的辣椒鱼。辣椒鱼完成，万千吉利。安迪讲只是拿那个蒜泥来爆香，然后。青辣椒大个的，还有不辣的这个辣椒，这个不辣的啦。来，这个可以做菜吃的。很电的，他那个鱼过来了。哦、oh, ，nasi padang store mix， nasi padang 比较少吃那个马来餐的。安弟就有去吃马来餐，我是吃华人餐的。我马来餐我只吃了几样而已，阿亚马萨梅拉。我昨天哪个开那个我看到那个马萨勒玛。马萨勒玛，我要煮了。我很想念煮那个，我每次去麻辣烫都拿 去找吃。安迪要煮阿亚马萨勒玛了。那个好吃，我每次去麻辣烫都有煮的，去选那个。In Malaysia should be authentic, authenticated 是。还有那个姑妈，每次我在麻不拿那个麻辣烫的那个饭锅子，这个叫什么名？他跟我讲姑妈，姑妈，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在安迪要煮勒玛了，安迪看安迪几时要煮勒玛？那谁干了？很快哦。是在巴镇那边，对。谁开始干了？我干了。看一下有些吗？这个包的它比较快软啊。这个包的比较快软，嗅到很多那个木耳的味道。听一下。来 try 比多，来七比多只。不是靠近巴萨嘞，瑞丽香。来，我加波涛加。要加多点盐吗？你才放几个而已嘞！哦，奇怪嘞，这么要 up from 你的那个 satellite， 很多猪皮啊，没跟看到。有，我特地放下去了。肯定特地放下去的。你有水分两半了。菲比要走了，菲比，菲比去忙先，菲比，拜拜。安迪是差不多了的，安迪。够了。要加一点蚝油吗？还是盐？够了啊，太咸，早上都不用加去。好像不要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龙哥 ，you bring auntie and pretty thing come，I bring you go。可以有机会的，早一天。早一天。就红的 ，OK 了，关火了吗？来，这个 OK 了，要关火了。关电不是关火。要关火，关电不是关火。办完好，办完好，参见。今晚六个人吃。OK， 来。来。差不多了，不站是在怡宝堆八站。来，时间差不多了，安迪秀煮完了 ，one two three， 拜拜。叮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
来，再修读一次 ，Andy 修的鸡蛋炒菜，菜心炒蛋，菜心炒蛋完成。第一个，过这个是辣椒鱼，接下来最后一道就是猪脚黑木耳猪肉。拜拜，大家拜拜。